李佑，我们一直都知道你是会回来的。你们已经知道我如今是谁，又何必惺惺作态？若说轮回中人尚可随着时间洪流重现于天地，但离忧，你们真的认为他能回来吗？你们试图扰乱时序，跳脱规律之外，却不知这世界终究会回到他自己的轨道。会回来的。若如你所说，我们所认识的离忧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，那他便会回来的。